面吗？黄油粑粑，这样子，口感有点像那个别的年糕炸过现在有假牙的注意它会黏黏。我要吃一点，然后吃完这个，外皮酥脆脆脆的，里面软软的。那个客家语说的软软的麻糖就不方便说。其实就是糯米团下去炸一下，它那个油呢有点甜。那饼就酥酥甜甜，然后里面就会有糯米的香味。